回到最开始的地方，当我们从猩猩或狒狒一类的多毛生物进化成人之后，我们拥抱了，就这样让文明定义了，文明巩固了社会。文明之前，那文明又如何知道我是谁？文明建立了价值观，而且简单却又奥妙的问题，谁又可以给我解答呢？